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可以假扮成我娘，杀了暗夜洛。不行。当然可以啊！我去找曾经侍奉过我娘的婢女，然后学习我娘的穿衣打扮，还有说话的方式。短短学个数十日，你以为可以骗得了她？但这个方式一定没错。我就不信你没想过。我求你，将凤凰放了。 刀城主，很好。我现在有些心软了，但是还不够。你还要怎样？跪下，奉我为主。大哥，你……昭主今日好不一样啊！是呀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改变？ 别出声！你要做什么？再找一个机会，让战风与你决裂，回去暗河宫。你这样和这件事情有关吗？有关。你我情投意合，战风阴度生恨。 暗夜路会信吗？会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可是，这世界很酷。